就是这个，没错，老公都不知道存私房钱的秘密就是他瞎背，就是这个，你看有一个闪电的这个。好，那很多人呢应该都已经很知道这个 app 了嘛，因为非常的红，包括了像是我们如果在网络上买东西啊，你只要透过这个网站，然后接下来呢所有的操作方式都一模一样，然后呢你进去有吃喝玩乐都有，还有最近最红的叫那个什么什么送那个，也里面也通通都有，然后只要透过它你就可以赚现金回馈，是真的现金哦，不是点数什么。但是我今天要介绍一个更棒的，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呢除了网络购物之外还是很喜欢到实体通路店面去买，所以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介绍是它这个发票回馈的部分，我们就可以点进去，然后你可以看到里头是不是有很多指定店家，然后这些店家呢包括了小七啊，包括了全差啊，几乎所有的都在里面，对对对，家差服啊，全差啊之类的，全部，所以我们一般家庭主妇会去的地方，对，就是超商啊，大卖场在里面，对，几乎通通都在里面。你可以选择你常常去的地方，或者是你也可以用品项来选择。你看这里有一个商品分类，对不对？它就分什么饮品、茶水啊，或者奶蛋制品。像我自己很爱喝饮料哦，有没有？点进去你就发现，哎，里面有什么20%现金回馈，还有50%，对不对？它其实最高呢还可以来到70%这么的高，有没有看到？然后最近还有做活动，它其实不定期都会做一些活动，像这里呢还有这个全差它的这个新客专属的优惠，整单是最高20%的现金回馈，等于是打了8折哎。那你看哦，它里面的品项就很多，像是我们早餐要吃谷片呐、然后不想要煮面有一个面呐、或者家庭主妇的这种什么料理包啊、饮品啊、水啊、茶啊，或者是小朋友们要买给他的这些什么海苔啦、冰淇淋啊，通通都是我们平常就是会买的东西，对不对？然后还有这种日常保养品啊，还有最重要的、包山包海，妈咪 juice again， 这里有玛卡，你喜欢的玛卡，对对对，还有玉林哥可能会需要的玛卡，对，还是大牌子的呢，对对。那我们要怎么用？其实很简单，大家我们看到下面有一个领取优惠，我们就给它按下去。哦，你想买的有没有？好了，我帮玉林哥按一个玛卡了啊，对对对，你就把它领取起来之后呢，那你就直接到店家去买，然后买了之后呢，你就回去刚刚的地方，然后呢，你就在这个扫描发票的地方打开来，因为你会去结账嘛，结账的时候你就有发票，对不对？你前面已经领取优惠了，你就把你刚刚那一笔订单的这个发票直接扫，他就会知道，他就扣掉那个，对，他就会然后给回馈到你的账户，对，这么简单，非常简单。那如果你嫌扫发票已经很简单了，你还嫌很麻烦的话，它还有一个这个发票载具，你就可以直接呢输入你的这个载具在里头，所以你在结账的时候你就直接拿去给他哔哔，就这么简单，他就直接把那个回馈金就回到你的户头里面。我的天哪，是不是很 easy？ 那你说如果我们刚刚是还要先领取优惠，对不对？如果说哦，我不是这种计划型，我就是想要去逛一逛逛一逛，然后看看我什么东西好买也没关系，有一个优惠快搜，有没有打开来你就可以看到哦，例如说我今天想要去全差，我就点进去，然后我就开始逛街哦，他这里是不是有个可以扫条码的地方，例如说你就逛逛逛，然后就看到哎，这个面包哦，今天很想吃，就闭一下就可以看到他今天有没有优惠，天哪，是不是很棒？然后有的话你就立刻按领取优惠，然后他就可以马上回馈到你的账户。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账户有多少钱，你们真的会吓到。你那个钱可以拿出来吗？对，可以拿出来的。我可以跟存折一样领出来，没错，3万4，是不是假的？各位，你光回馈就回馈到34000，对，光回馈这个比我们在大卖场那个办那个 membership 回馈还高，是不是很赞？他那个一年最多也只有1200，这个34000。是啊，你不要真的不要小看哦，真的积少成多。所以你买多少钱？对，你买越多，你就赚越多。而且你看这个34000哦，因为它会直接，你会绑定你的户头。他钱在自己的户头，对，他只要200块钱。比方说你是土银，对不对？所以这钱就进土银，这个意思。对对对，没错，你是用土银。对啊，他有在云会也有账户啊，没有，是农会。啊，所以不管你在土银还是农会还是邮局有账户，你通通都可以把这个钱就领出来，只要里面有200块，你就可以领出来，所以很棒。然后重点是我觉得很棒的是，刚刚你有提到说，我们不是会有一些集点卡那些，对不对？你就想说啊，那我用了这个现金回馈，我是集点卡，那集点就不能用？没有，它是累加的。所以，例如说你的集点卡，它可以回馈给你一些现金，你同时这边也是一起回馈。然后重点是，它现在有一个新客的一个，就是大家一起来赚购物金的活动。就例如说，Melody 姐，你可能还没有下载，对不对？那你今天就赶快去下载啊！我邀请你，我就可以拿100元购物金，然后你也可以拿到100元购物金。
哦，就是这样子。如果我发给十个人，我拿一千块。对，没错。所以待会儿如果还没下载，麻烦跟我加个 line。所以就是一个很棒、很精打细算的东西。而且是你本来就要买的东西，所以你不拿白不拿。没错，不赚白不赚，赶快赚钱。会不会有人根本不需要买这些东西，他存这两千元回馈就一直花钱？最好是我们买这些东西，这样好像很怪。是用老公给的卡。就是最好我们用家用品是老公给的卡，然后赚回馈是到我们自己户头里面，拿到真正的赚私房钱。当老公是好了。